很多人都想环保，所以我想到一些可以帮助你们环保的方法。我叫这些 Ellen 的环保方法。第一个，开车污染环境。所以我说你们去哪儿得走路，去上班走路，去学校都得走路，不管是10里还是100里都得走路。第二个，你和你的家人应该会用的洗脚水，婴儿先。第三个，跳舞。很精彩的 show， 我第一个来宾是从中国来的环境活动家叔叔。你真漂亮，谢谢。哇，你的姐姐又漂亮又大，谢谢。我听说你刚结婚，对，我上个星期六结婚的。George Clooney， 你看起来很年轻。哦，对，我是的。有些人，认为年轻的女人是为了钱而结婚的。你怎么看这件事？例如 ，Anna Nicole Smith， 汪帆。我觉得有些女人是为了钱和地位而跟老一点的人结婚。可是我知道，我和 George 是有真的感情的。那很好。你们是怎么碰到的？我们是在一个筹资晚会碰到的。George 在家是不是很狂暴？他是的。他以前开了是个很大的一辆车，可是他把它淘汰了。他现在开一个很小很省油的车。他也不用一次性的产品。那很棒。你有什么方法让我们环保？我觉得你在节目前讲的那些方法都很好。我和 George 通常都用第二个方法，我们每天一起洗澡。哇，你让很多女人记住。不会的。谢谢叔叔来。别晃台。你想不想防盗？是不是不喜欢小偷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请买这个好东西。这个东西可以砍人，也可以打人，也可以杀人，也可以煎鸡蛋。最好的是可以帮你防盗。那是多少钱？现在如果你打这个下面的电话，你可以买到一个才19.99。可是如果你在5分钟之内买的话，我们给你两个。所以快点打电话，把信用卡拿好，请买。哇！
欢迎我的好朋友 Sua。刚才那个短片是从你的电影哦，限电影，限电影，对，这电影的内容是什么？这个电影的内容是OJ的案子，我扮演OJ的过世的太太，说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你们得看我的新电影。我听说你刚搬到加州。我刚毕业，搬来到加州。你喜欢不喜欢加州？我喜欢加州，特别我喜欢天气。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奇怪。怎么说呢？第一天到加州，我去买东西。一个乞丐扯着我的裙子，真的，我的裙子太贵，但是他乞丐，能将我的裙子，你有没有给他钱？当然没有。我希望你的裙子没有事。大家请看苏尔的电影。下个星期五我的新电影会开了。大家都来电影院看我的新电影，谢谢。我想说谢谢苏尔，也谢谢叔叔。请明天再说看我的节目。再见，再见。